我以为这是理发店。哎，这韩国人真会享受。这是个洗头店，我操，还能洗脚。我操，这得弄完得多少钱啊？刚跟我拿了个单子，说好像800。哎呀，这海鲜自助，我跟那个韩国老哥，我们俩一块，我以为是理发店，我操，这么一个地儿，这不是理发店，我操，3小时，又洗头又洗脚，1楼、2楼、3楼，哎呦，都上3楼了，我操，这家伙这3楼上的，又掏耳朵，又干这干那的，最后。我都不知道多少钱，我问他多少钱，他说800泰铢。哎呀，800泰铢160块钱，这个值啊，这个值。你看那个前边这些，都是韩国的那个那什么，韩国饭店，韩国按摩，前面还有一个韩国按摩院。哎呀，太吵了。估计这俩韩国人还在那儿乐呢，妈的，这人都不知道干嘛的，就过来，以为是剪头的，我操！这边这条街开了好多韩国店呢 ，Good Song Coffee。你还别说，就刚才那女孩，哎呦，开始是俩女孩，后来就变成一个女孩了，一个女孩带我去2楼洗头。又洗头又揉肩膀的，然后带我去3楼，哎呀，到那家伙到了3楼，就那手法，一看就是特别细腻，在韩国学过，在韩国培训的。